来到北投市场，不难发现这间展示着多样化产品的店面，对于在地人来说，更是有着从小看到大的感触。这里的肉松、米质肉干、猪肉条、牛肉干、奇鱼酥等品项，都是秉持着最传统和成熟的技术制作。如果还没经过店面就闻到阵阵香味，那就是老板正炒着肉松或烘烤肉干哦。传承老父亲的好味道，早于50年代，第一代老板就以一台脚踏车沿路叫卖，在逐渐打响名声之后，才有了国风食品这个好口碑。飘香超过30年的好滋味，就等你来尝一尝咯。